飘暗区手册，一发穿云箭。大家好，我是氪金西。 S6 新赛季开始了，你的暗区手册解锁了吗？解下挑战内容，比如用什么武器去什么地图完成什么任务。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今后挑战任务都是我单人进行，所以击败人数不要超过3人，毕竟我不是技术主播。撤离物资不要超过50万，别说一个人百万撤离，就算400百万撤离的概率都很小，所以大家可以从武器改装、装备搭配、投掷物等方面想想挑战内容。当然大家也可以从鸡哥方面出招，击败鸡哥的数量只要是你自己完成过的就可以，一局击败100个鸡哥这种挑战咱就别写了啊，快写挑战书吧，等你们。